四个人在帮艾略特拍，看这是软绵绵，这是船哥，这是亮晶晶，这是二哥，这样太骄傲了。然后在旁边显得很多余的是小黑，仰望有点仰望，我没有拍小黑。那我的心情要怎么样？我感觉很遥远吗？横灯，跳跳吗？有主角总是要有配角跟背景嘛，对不对？亲密。这里是二楼。